哎，大家好我是无聊看一看一看，哇，我们这个地图已经差不多开完了哈。这个好，今天要为大家带来这个地方叫做看一下我们慢慢推进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冥界瀑布不是冥界瀑布是冥界瀑布冥界冥界傻傻分不清楚不管他老公老王傻傻分不清楚这个不行好的。好，我们从这个复活点开始刚才我已经录过一次，发现好像录制的视频出来一点问题好，我们现在重新来录制一次。这个地方除了这里的话，还有另外一个一个两个这里也有个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讲这个上次工会合同的时候已经录制过了我们现在先从这里开始。好了，看一下这里是什么一个雪山中的营地有很多查尔人是什么阿苏拉还有洛恩的组成的一个营地这里有个洞穴看一下。好的，今天我们没有用这个其他的音乐我们就有听一听这个游戏原本的音乐其实以前我都没注意别人说他也感受一下这个原游戏的音乐我们就让他感受一下这是一个地鼠人还是个瞎子不管了，从这个位置看到没有从这里。好的，有几只蝙蝠怪我们也不管它。好，被打了这被攻击了之后进入战斗状态，这个移动的速度就会变慢翻滚两下躲开它。好，来到这个地方了看到这里有个雪球没有有一堆雪球应该是也不对，雪球应该是石块还是什么的不管它，我们拿着照看到手上拿上了这里有技能了好的它已经自动爆了不管下一个的话就要注意了先扔个雪球引爆它要不这样你跳过去的话它就不会爆炸把你炸飞好的，还有最后一个，好，都引爆了哇，这只什么怪不管它，我们直接跑掉这个声音好像有点脱轨了不管它了好的，从这里跳下来然后有很多石块掉下来跳到这个柱子上然后再跳下去然后再跳到这个铁管上哇这什么你妹的，吓死我了，直接把我吓掉下来了这里的攻击太多了然后再跳到这个我是跳下来的不是被轰下来的你们都是错觉等一下怎么又不回血了，好的，回血，回满血再跑，这里很多机关好的，我们注意一下好，快过去这什么东西不管它，我们跳下来好的这里又出现一个这些自杀式的爆炸攻击好的，我们进来了其实到这个位置的话就已经成功了，就可以拿到成就了刚才我来过了嘛，因为录制出了一点问题然后看到没有，就这个怪特别难打他打了大概虽然是个铜怪但是特别特别硬如果你想打的话就打，不想打的话也可以，反正知道后面宝箱也没什么好东西了，对不对但既然我们录制视频的话，我们和他娱乐一下我们就慢慢的和他打一下吧
好的，注意了，他开盾了，开盾了之后就啊，小心一点，就别攻击他，停止攻击。还有的话就是注意这个脚下的这些熔岩，伤害蛮高的啊。好的，我们来到了下面这个地方啊，刚才那里啊我死掉了啊，所以我就把它剪掉了啊。那个地方其实后面发现，其实把那个败那个 boss 打死了之后啊，我这个嘴巴都被他打结了，说不出话来了，我被他越得不成人形了啊。好了，不管他了啊，其实死了也没什么啊，我们拿成就就可以了啊。我们来下面这里啊，从这里开始啊，等啊，这里面在打仗，所以进不去啊，我就从这里跑过来的。好的好的啊，从这个位置来啊，我们上次这个万圣节的我们工会的工会合动的时候啊，来过一次啊，那次我也是很悲惨啊，他们一直在害我，哎，你妹的，这怪太不给面子了啊，一进来就把我昏掉了啊，还铺了这么大张网啊，拿我当鱼啊，啊。好的，我们慢慢进来。啊，上次工会合同的时候他们很坏啊，啊，老是放加速害人啊，这是我们第二次来了啊，看他们一次成功啊，从什么地方啊，从这里很漂亮啊，这个洞穴看到没有，没看到过的朋友啊可以观赏一下啊。好的，喂啊，其实以前我都没有听这个游戏里的原音啊，哎，今天听了一下发现还不错啊，只是不会跟着节奏来变化。好，看了，我们已经到了这个位置啊，看到没有，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我好像有点没印象了。好，从这里开始。哇，很漂亮，你看没有，哎，其实发现这游戏的音乐好像时有时无的啊，不是一直的存在啊。哇，这个地方真的很漂亮，看到没有？好的，希望这次我们是一次成功啊，别像上次被他们害到啊。你废话那么多的我都不敢说话了，哇操。啊，我去。当当，好，我们成功了。啊，太厉害了！好，开启我们的宝箱。啊，当当啊，得先绿的啊，哎，将就了，将就了。好的，好的啊，看没有，这地方很漂亮啊。啊，在这优美的背景音乐中啊，在这种世外桃源的洞穴里啊，看着这些啊小光球啊跳来跳去，太欢乐了。好的啊，我们今天的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